你这白纸黑字的，分明不信任我们吧？我们也不是不养你和我妈，你说签证协议什么？哎呀，不，不是这个问题。老韩，你这个人太倔了，你这事传出去，他好说不好听啊。你让别人怎么看你们家韩庚和韩强啊？这不等于告诉别人，他俩是不孝顺的孩子吗？你不能这么意气用事。哎呀，老韩呐，赶紧算了吧。 有我和老胡作证，这俩孩子不会不管你们的。<笑>这是两回事儿，我认为是两回事儿。我还真是替我这个老伴儿担心，是吧？这个老伴儿老实人，老实巴交的，真是也不会说个话。到时候我万一走到他前头，你看我真是闭不了眼。这个协议还是必须签的。咱这样吧，不就是家里人知道吗？ 出门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也不是黄世仁，他们也不是杨白劳，咱们就是有一个证据，万一有个什么情况呢，咱们有一个说法。哎。 你们俩怎么还不动啊？啊，今儿这次啊，你们哥俩是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何必不主动点呢？啊，哎呀，得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这个见证人，我先签。好，好，我先签啊，亲家，我支持您。哎呀，好，来，老胡，我也签啊。嗯。 说过了吗？别来打搅我工作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急。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两句话，要不咱上外头说去。行了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。冬梅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跟我保持距离，这距离啊，它能产生霉，它产生不了爱。你别胡说了啊！再怎么说我骂你了。嘿，从小到大我就没听你骂过人，你要是真骂人呀，我还真觉得好听。嘿，哎，冬梅。 你说我胡家旺从小就不欺负女孩子吧？你长大了我也不欺负女孩子。哪个女生受欺负了，我还帮着女人跟男生打架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我来呀，主要就是想劝你两句。你呀，别老想着那韩刚。你说那韩刚啊，说把你甩就把你甩了。你来就是说这个的是吧？
冬梅啊，我这可全是为你好。不用，谢谢了。哎，冬梅，冬梅，嘿，哎，我这是何苦呢？我这，我说，我能不能不穿这身衣服？干嘛不穿啊？大喜的日子，你想穿什么呀？我穿这个，大伙儿肯定说我这太装了。 谁会觉得呀？你穿这试试。参加婚礼哪有说不换身衣裳的？穿就穿吧，估计也没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给他们信儿了吗？给谁？我那几个弟兄啊。啊。哼，我把他们都给得罪了。我太知道他们了。他们要对你好啊，120。 要对你不好啊，都不拿正眼瞧你。这咱儿子大喜的日子，肯定能来啊！你放100个心。我心里真没底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 胡小英，你说你长得怎么那么好看呢？行了，你还有心思跟这臭美呢？爸，我都要结婚了，我美美也不行啊。你就不着急啊？着什么急啊？我可听说我那帮老工友们明天可不准备参加你们的婚礼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那还不是跟韩立德生气呗？他们不是对你也有意见吗？ 我，那对我有意见能影响什么呀？明天是老韩家娶媳妇儿，人家冲的是韩立德。我跟你说，明天要是没人去，这婚礼上冷冷清清的，这事儿可不吉利呀。哎呀，那我找韩强去。不坐下，哪有结婚前一天往婆家跑的新娘子呀？哎呀，这不是近吗？近也不行，不吉利，这忙忙叨叨的，过了门也是个受累的命。那怎么办？ 不用你去，我去找韩立德。你赶紧啊，爸。哦，忙得很，哦，那就别来了啊，日后补，日后补，嗯，嗯，好，再见。 哎，张，哎，强子，大喜，结婚，来，过来喝2盅，啊，没空。哎，老韩，我正找你，怎么着？你跟大家伙都说了吗？明天他们来吗？ 都没说死，你说这怎么办吧？这明天要是冷冷清清的，这可不是事儿啊！你要着急，你出面去请请。我倒是能出面，这大家他也不看着我的面子。这明天要是没人来，那咱俩可丢人丢大发喽。那人家死活不来，也只能这么认了。那不行，这是我们家小英一辈子的事情。你说，这明天马处长还说来呢，一看这场面，这就什么嘛？这都。 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办事怎么，你请他，你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啊？他能来，那你也有面子吗？我有，你知道请个人多难啊！韩叔，我这提前先恭喜您了啊！您说这墙子跟小英的婚礼，我得过来帮忙了呀。您看有什么需要的？搬搬桌子，挪挪椅子，你想干什么就干点什么。 韩叔，我觉得您这好像有点大材小用了吧？如果要是陪着哈，迎迎客人，陪着喝喝酒，聊聊天什么的还行。这个陪酒。
哪买的套子呢？你签下。咦，不是你这，你说这。是该让新郎新娘准备准备了。再等会儿，再过半个小时，人不齐可也得开了。那边还有个婚礼等着我。是是是，抓紧啊！等会儿，再见，辛苦辛苦啊！老韩，你说这算什么嘛？这是。韩强，嗯，怎么还没人来啊？你别着急，没到点儿。到点儿人就来了，我看看啊。都听我爸说了，有挺多人都不愿意来了。你说要是真不来，多冷清啊！结婚还有什么意思？他爱来不来，不来怎么咱俩不结婚了？别着急啊，那不妆还没化完呢吗？你先化着，化完人就来了。你打个电话，没问题。老赵啊，哎，老我要跟你说点事儿啊，我们说的事儿。啊，行，你们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怎么着？有事儿？老韩跟咱们呢，可都是30多年的老哥们儿了，啊！他儿子这回结婚，咱们这些老哥们儿不去，对吗？我正想找你呢，老韩。其实我也知道应该去，就这脑袋瓜子老有点转不过来。唉，老韩他是有点寸儿啊，但是那毕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再说了，跟咱们。这30年风风雨雨怎么过来了？你说现在他正需要咱们，哎，给他站脚助威，给他露点脸，是不是啊？也对，你说的对，老兄，要不咱们找大伙去？对，走，咱们找找他。走。韩师傅，这都过了10分钟了，这人来没来都得开，你再不开我可走了，我那边等着我呢。再等一小会儿。是是是。啊，行，那我再等您一会儿。最后一小会儿。好，屋里屋里，抓紧，谢谢啊，喝茶喝茶。哎，姨，姨，啊，冬梅啊，姨，你别这样，你那高兴吗？高兴。我来给强子和英子道个喜。姨，我来给你帮个忙，来，进来吧。对不住啊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请你走。啊，亲家，恭喜恭喜啊！
哎，您瞧您，哎，我们这马上就墙壁生灰嘛。什么？我一来墙上就长土了？那叫蓬荜生辉。哦，蓬荜生辉，对对对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。哪儿生灰都一样，都不卫生。不，我说的那是灰尘的灰，人家马处长说那是光辉的灰。啊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您瞧瞧。哎哎，少来少来，喝着吧。快吃啊，吃菜。哎，玛丽，坐。冬梅，你也来了。哦，我跟韩刚就要结婚了，到时候你也得像今天一样去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哎，我说玛丽，你这可就不对了啊，光请东梅一人啊。哎，我们大家跟韩刚可从小都是一个院长起来的，都不请我们。当然请了，我让韩刚啊把请帖给你们送过来，你们可一定要去啊。行，走，我们去看小英。哎，冬梅，吃菜吃菜，这鱼不错。马处长啊，您是大领导啊，大领导来了，我们大家伙儿都心潮澎湃呀。一会儿婚礼开始，你得给我们大家伙支支词啊，好不好？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。我呀，主要是来送礼的。哎呀，你看来的匆忙，也没买什么东西。这儿呢，有50块钱，给孩子们，让他们愿意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。啊，呦呦，你看看你，你干嘛那么破费嘛？老韩呐，我们可比不了马子处长。我公认现在还是每日5块。哎，公寓，哼，别看咱们是30多年的交情了，我们也就表示表示意思，别嫌少啊。什么钱不钱的，能来就好。哎哎，喝着吧啊！哎，来来来，马处长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下面我宣布。由新郎新娘给双方父母敬改口茶，来，新娘子先来。爸，您喝茶。啊。4年前，我就是在这儿跟你表白的。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，特别想这个地方。
我也是。这四年我经常来这儿，尤其是想你的时候。冬梅，我进银行是玛丽帮的，我一直想和你说，可是我怕你误会，其实我和玛丽没什么。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分手？分手。冬梅，你不爱我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才决定分手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原以为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，白头偕老，共同走完这一生。可是事实不是这样，你想要的一切我一点都给不了你。我想让你生活的幸福，抽空一定过来啊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行了，喝这么多干嘛呀？你快坐下。我没喝多，指着你招待别人呢，你看成别人伺候你了，快坐下吧。今天高兴。高兴不能这样。没喝多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下回刚子到时候结婚的时候，你可别喝这么多，丢人，话太多。今天就是高兴。知道，那些老哥们儿全都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啊。还有。还有。强子结婚了。还有，你坐下，你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改口。小英叫我爸。这改口环节太让我高兴了，老韩家又多了一个叫爸的人了。不像有一人，多少年都不叫。嗨。其实叫不叫又咋地嘛，大家日子过好了。哎呀，叫不叫有什么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。你高兴不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。是不是高兴？高兴。那我喝多没？喝多了。我怎么还比较清楚的喝多了？比较清楚。话有点多。不说了。蒸碗面条，等着啊，什么都没吃呢。儿子，儿子，干嘛呀？去给你爸打打水去。不是，你就不会自己倒？这不喝了吗？你这孩子，你去去去。哎，我跟你说。今儿要不是你爸爸我这前后照应着，这马处长他还真的下不了台。是，就冲这一点，他们家玛丽结婚，他也得请我去。不是，那你算哪一头的呀？那按理说呢，我应该算是老韩家这头的。这马处长他怎么他也得把我当成他自己人吧？闹不好两头都得请我去，哎，嘿嘿，哎呀，小王，跟你说话呢。哎呦，我哪有你现在的心情？你说这小英一走吧，我这心里呢空落落的。不是，你说这晚饭谁做呀？当然是你做了吧。我做。我做的饭你能吃得下去啊？那我做的饭你能吃得下去啊？当初要是早点让我追这冬梅，现在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傻孩子，心急你吃不了热豆腐。等这韩刚真正一结婚，这冬梅她不就真的死了心了吗？到那个时候你再行动也不迟啊。那今天的晚饭谁做？那当然是你做了吗？不是，等。咱爷俩石头剪子布，行，来，
石头剪子布。你做吧。我做。你输了你不做。行，我做，你等着吧。反正啊，我刚吃完。哎，嘿，这见过耍赖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赖。哎呀，今儿啊，你可没看到那场面呢。嘿，等到韩刚结婚的时候啊，可千万不能请那帮工人来，到时候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。你说咱们孩子结婚请的都是领导啊，不给咱们现眼吗？这事儿我早就想好了，请那帮人干嘛呀？那帮大老粗他们能上得了大台面？这不名单我都列好了，到时候啊就请韩刚的父母和他弟弟就够了。嗯，这韩强已经结婚了，小英也得来呀。 啊行，请他来。这胡老三可不能来。胡老三想都别想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算老几啊？这小子说不定他冲我来啊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家女儿结婚请的都什么人呢？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。嗯，他来了不是正好巴结巴结他们吗？还去显摆呢。你看马处长女儿结婚请我喝酒了，可千万别请他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呀真能干得出来。行了，让韩刚通知他父母就行了。啊，哦对了，通知他父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们，这个衣服别穿太寒酸了，这来的人都是冲你的面子，这亲家丢人不就是丢你的人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还真有道理。让玛丽啊一定嘱咐一下韩刚。韩刚，这是我妈给你的请客名单，让你拿回去给你爸爸看看。嗯，哎，就这么几个人啊？哦，我妈说了那个酒店的地方有限，搁不下那么多人。这不好吧？他不会同意的。你想想强子结婚的时候，他为了请他那些老朋友都急了。哦，嗯，这次情况不一样。其实我妈都为你们家考虑了。你说就算是要请那些老工人吧，他们是不是要出份礼？但是他们的生活都不太富裕，出多出少吧，都挺为难他们的，所以就别去了。你说呢？他这人要面子，恐怕不行。这我知道，那你就回家好好跟他说说呗。上次我也领教你爸了，他这人挺命的。你说就为了那个签协议的事儿，他多坚持啊！你好好跟他说说，千万别让他误会啊。行。我试试吧。嗯嗯，哎，我妈说了呀，让你爸你妈那天啊穿得好看点儿。你不给他买了一套中山装吗？强子结婚的时候他还穿着呢，挺好的。哎呀，那件不行，平时穿还成，这么重要的场合肯定不行。你想那天啊，我爸的朋友会来很多，而且好多都是领导，还是要穿得好一点啊。其实我和你爸就穿强子结婚那身衣裳就行了，干嘛花这么多钱呢？你瞧瞧多贵呀。妈，多买点衣服不好吗？这是玛丽专门给你们买的。那你到时候替我们谢谢玛丽。那个都请什么人呢？你们这次婚礼？哦，你看了吗？男方怎么就请我们俩人呢？我们又不是上门的女婿。这身衣服如果不穿会给你们丢人，那我们就穿。刚子，那你也别为难了啊，到时候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就穿着这衣裳，我们就去啊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别走啊。我没事了吧？
我干活去了，我干活去。那你走吧。我走了吗？怎么没我呀？他怎么能不请我去呢？人家那上面就是那么写的，觉得自己挺重要的，以为马处长能请你，其实人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儿，自作多情。行了，你就别给你爹上眼药。反正啊，我传达到了啊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他为什么不请我去呢？哎呦，那说你自作多情吧，你还上瘾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看这上面有我，我还不去呢。你为啥不去啊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我去看那玛丽臭显摆呀。才不去呢，他风光我没看见，他表演给谁看呢？我就不去。你不去啊？哎，你不去行，我代表你去。哎呀，爸，你怎么这么伤杆子呢？你说人没请你，你偏要去，你这脸皮也太厚了。要不说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呢。我去，那我也不是想多结交点朋友嘛。你想想啊，上他那儿去的，那最小的也是个科长吧？那动不动那都是处长啊、局长什么的。哎呦，你想得倒美，人家处长、局长，人看得起你吗？跟人交朋友，想得美！哎，我说你这嫁人之后，你别的能耐没长啊，你续你爹的能耐你长了不少啊。那是，以前我是您的女儿，我在这家里我没地位，现在我嫁人了，我身份不同了，我身份不同了，我说话也就不一样了。你嫁不嫁人，你都是我闺女，你要不去啊，我还真去。他为什么不请我去呢？待会儿老板，好吧。哟，这不是亲家吗？哎呦，你们怎么坐这儿啊？坐上桌去啊！快去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快坐啊！我说你们快点啊，坐那边去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胡老三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英在家保胎呢。啊，老林你好，啊，我替她来的。记住了啊，别胡说八道了啊！是。作为您的亲家，我得时刻维护您的形象。行了，坐着，多吃点，少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好，哎，里边儿，哎。亲家，这才是上座，你坐那儿吧啊！你看，这规格还可以吗？啊？喝茶。
您喝茶。谢谢。新郎正在酝酿感情，从今天起，新郎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对待岳父了。他就有两个爸爸了。爸，哎，妈，您喝茶。哎，谢谢，来拿着。谢谢。真是的，今天呀，气死我了！这个韩立德，你看他那德行，在宴席上大吃大喝，大声说话啊，喝个改口茶还干杯！妈哟，真是！哎，咱们那桌坐的都什么人呐？全是局长以上的干部。你说这是咱们家的亲家呀，丢死人了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甭跟他一般见识，就那么一人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我就跟你说了。咱们家呀，不能攀这种亲戚，多庸俗啊！应验了吧？你看你，你没看那么多人都跟我说，说我找一个好女婿。哎，就今儿韩刚管我叫这一声爸，值了啊！不可理喻啊！你瞧，哎，哎，别生气了啊！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明天再来玩啊！咱家多漂亮啊！我觉得咱们俩今天的婚礼太完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人。恒刚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不行，大声点儿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今儿你爸爸我可开了眼，人家那个饭店那叫个豪华哟，大理石的地面都能照出人影来，上的那个大虾啊，条条都有这么长，装鱼的盘子这么大个，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呢，门口停的那个轿车足有三四十辆呢，是吗？啊，不是你说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，他怎么能落韩立德头上呢？我胡老三，我怎么就攀不上这么好的亲事呢？您别看我呀，您还指望我呢？我也没指望你，我就只是追冬梅了啊。嗯，我也就这命喽。儿子，韩刚结婚了，你也可以开始行动了吧？真的啊？我倒要看看啊，这癞蛤蟆，他能不能吃上天鹅肉？哎，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？得赶紧让韩强给你接过去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不用你催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烫了，进屋去吧，待两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不够啊！爸，我走了啊。哎。Thank you.
冬梅，家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等你啊。等我？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那你就说吧。冬梅，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上你了。家旺，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。冬梅，我说的可是真心话。前一段时间你跟韩刚，我胡家旺只能祝福你。可是现在韩刚已经结婚了，冬梅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？对不起，家旺，我现在谁都不想考虑。冬梅，冬梅，你不考虑我，我也会等你的。闺女，你这不是自己个儿折磨自己，还想那些事干什么呀？天底下比韩刚好的呀多着呢。在我。